者陈立言综合报道。自十五岁的男孩江南大叔 PSY 以夯选江南 Style 红遍全球，月初他豪掷韩币26亿7500万元，月台币7894万元，购入位于首尔江南一支医院近处的4层楼豪宅，且为贷款一次付清款项，加上去年3月以韩币50亿元月台币1.5亿元买入的首尔金沙洞的5层建筑二房，产市价出估于韩币100亿元月台币3亿元。韩星生财有道，不少艺人都偏爱投资不动产，无论脱手转卖或当包租公包租婆，皆获利满满。乔妹宋慧乔约2004年以韩币50亿元月台币1.5亿元的价格购入首尔3层栋住宅，如今市价已翻倍。而老公宋仲基约前年初购入的梨泰院的100平豪宅，市价也涨了韩币10至20亿元约台币2951万至5902万元。除了双宋外， RAIN 与老婆金泰熙也是南韩演艺圈有名的房产大亨，据悉夫妻两名下榜，产总价超过韩币500亿元约台币14.8亿元，而 RAIN 更曾以韩币75亿元约台币2.2亿元的价格脱手以韩币31亿元约台币9148万元购入的房产，是名副其实的理财达人。而在二十代的偶像中，女团 KARAMISSA 出身的声颜及秀智也是演艺圈年轻一代的包租婆代表，两人位于青潭洞3层栋的房产，一年的租金收入即高达台币500多万元。 PSY 月初大手笔砸下台币近8000万元购买房产，为贷款一次付清款项，翻涉自 NAVERRAIN 左笔金泰熙哟，是南韩演艺圈有名的房产大亨。据传夫妻两名下房，产总价近台币15亿元，翻涉自 NAVERRAIN。